橘树陕西刘公为新化令，有道是来献盆树，视之，则小橘细才如纸，并福寿。刘有幼女，十六七岁，是值初度。道士云，此不足供大人亲玩，聊助女公子福寿耳。乃受之，女一见，不胜爱悦，置诸归榻，朝夕护之为恐伤。刘任满，橘营拔矣，是年初皆时，简庄将行，以橘重坠，谋弃之。女抱树交啼，家人待之曰：“暂去，且将复来。”女信之，替食指，又恐为大利者负之而去。立是家人移栽池下，乃行。女归，受庄试聘，庄丙戌登进士，是贺。为新化令，夫人大喜，妾意十余年，橘不复存，及至，则橘以十为，十累累以千计。问之故意，皆云：刘公去后，橘甚茂而不实，此其初结也。更其之，庄任三年，凡食不懈。第四年，憔悴吴少华。夫人曰：君任此不久矣。至秋，果卸任。亦使事曰：橘其有溯源于女与？何欲之巧也？其实也似感恩，其不华也似伤离。物犹如此，而况于人乎？双引号。